四十二岁女子长期吃维生素 E 来淡斑，后来得到了什么？值得借鉴。吴慧云最近常常因为照镜子苦恼。自从年过四十，不仅仅腰上的赘肉多了一圈，脸上的黄褐斑也随之而来。这些斑块星星点点的分布在脸颊两边，怎么看怎么刺眼，气色也非常差，皮肤失去弹性光泽，整个人呈现出厚重的疲惫感。 吴慧云甚至自嘲地叫自己“黄脸婆”，为了上班显得人精神，吴慧云每天都得用粉底液在脸上刷厚厚两层。可即便精心化妆，跟同年龄段不长斑的同事相比，依旧差了一截。望着公司里青春无敌的年轻女孩，吴慧云想祛斑的想法愈加强烈。她先是买了很多号称美白淡斑的化妆品，用了几个疗程后。 面色暗沉的症状倒是改善了，但对于黄褐斑却一点效果没有。黄褐斑又称为蝴蝶斑，它的出现主要与内分泌失调有关，尤其是月经失调、妊娠、吃避孕药、肝肾功能不好等等因素都会容易长斑，同时还受到外界环境因素，如阳光曝晒和心理因素的作用而加剧。 妊娠期妇女特别容易在怀孕几个月之后开始出现这种色斑，通常情况下，这些斑点会在孩子出生后褪去。此外，一些中年女性可能会经历黄褐斑的再次出现，这常常与身体内雌激素水平的波动有关。吴慧云也游览过美容激光祛斑、药水淡斑等方法，但不是价格太贵，就是害怕烂脸。同事告诉吴慧云。 淡斑的最佳的方式是要内调外养，双管齐下。推荐他吃维生素 E 和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。吴慧云仔细观察同事的皮肤，确实白净透亮，毛孔细腻，对他的话深信不疑，立刻买了两瓶维生素 E 口服。维生素 E 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抗氧化剂，口服维生素 E 能够延缓衰老过程，有效减少皱纹的形成。 阻止不饱和脂肪酸生成脂褐质色素，还可以直接用于皮肤表面外涂，具有减轻皮肤光损伤的能力，并且能显著降低由紫外线引发的免疫功能受损。此外，它还能帮助减轻晒伤后的红肿症状，以及减少皱褶的产生率，从而保持肌肤的平滑与年轻。吴慧云在了解完维生素 E 的好处后。 将食谱也换成了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，每天必吃芝麻、核桃仁、瘦肉、乳类、蛋类、花生米。吴慧云的坚持也没有白费，半年后她的黄褐斑虽然没有完全消失，却明显变淡了，皮肤也像做了医美一样，特别有弹性。原本每天都要铺厚厚一层底妆，假白又卡粉，现在涂个素颜霜，画个口红就非常漂亮。 朋友、唐同事都夸赞吴慧云现在的风格非常适合她。看到成效后，吴慧云惊叹内调的神奇之处，更加坚定了坚持用维生素 E 美容的想法。一年后，吴慧云发现自己特别容易疲惫、四肢无力，吃饭还会恶心呕吐、频繁腹泻。开始她以为自己是肠胃出问题了，自己买了好多胃药吃也不起什么作用，去医院做肠胃镜。 除了胃底有一个一厘米左右的浅表性溃疡，再没有其他毛病。吴慧云被这些消化道症状折磨的，上班都心不在焉，无奈休了长假，去了好多家医院，腹部 CT 也做了，肝胆一 B 超也查了，甚至连免疫风湿都查了，就是没找出什么其他的毛病。医生怀疑是压力过大、心理因素造成躯体化表现，但吴慧云反映自己睡觉很少失眠。 工作节奏早已适应，除了年轻时刚上班那会因为业绩压力比较大之外，在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。家人关系也比较和谐，医生也纳闷，生理、心理都没问题，怎么就一直频繁出现消化道症状呢？他再一次询问吴慧云是否有长期用药史，吴慧云把头摇得和拨浪鼓一样。医生又问了他的饮食习惯。 吴慧云说自己这一年来都在吃维生素 E 淡斑，医生才恍然大悟，找到症结所在，告诉她乏力、恶心、呕吐的罪魁祸首就是维生素 E。维生素 E 也属于药品，不能长期服用。想要美白淡斑，可以做好生活中的这四件小事，保证比花大价钱上美容院效果更好。第一，保证充足睡眠。 细胞在睡眠时间里修补日间紫外线和环境污染带来的损伤，重建弹性纤维，巩固肌肤的屏障功能。在深度睡眠阶段，血液中的生长激素水平上升，刺激细胞再生和修复。而褪黑激素，这种只在夜晚产生的神秘激素，不仅调节我们的生物钟，还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。它像一位守护者。 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攻击，预防衰老的迹象。此时，皮肤表面的水分蒸发减缓，表皮层与角质层的含水量达到平衡，使得皮肤自然润泽度提升，细纹与干纹得以缓解。第二是少吃寒凉食物，每日水果的摄入量最好小于五百克。少吃寒凉食物能够美容美白。 因为过多的寒凉食物会导致体内阳气不足，影响新陈代谢，进而使肌肤失去红润光泽。传统中医认为，阳气是维持生命活动和机体功能的重要热能。若阳虚则寒，身体机能会随之减弱，肤色自然暗淡无光。此外，寒凉食物还可能刺激肠胃，造成消化不良。消化系统一旦出现问题， 体内的毒素不能及时排出，便容易在面部形成暗疮或色斑。长期以往，肌肤的健康状况就会受到严重影响。因此，为了追求皮肤的健康与美白，应适量摄入温性食物，如红枣、桂圆等。它们能补气温中，增强体力，提高皮肤对外界不良因素的抵抗力。同样重要的是，均衡饮食。 充足睡眠以及适度运动也是保持肌肤健康不可或缺的元素。通过综合调整生活习惯和饮食结构，才能从根本上提升皮肤的白皙度和整体健康水平，焕发由内而外的美丽光彩。第三是做好防晒，阳光中的紫外线是肌肤老化的主要原因之一。紫外线会加速皮肤中胶原蛋白的降解。 导致皮肤失去弹性，出现细纹和松弛。而防晒产品中含有的防紫外线成分，能够形成一层保护膜，有效阻挡紫外线对肌肤的伤害。不仅如此，防晒还能预防晒斑的形成。晒斑是由于肌肤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之下，导致黑色素细胞过度活跃形成的色素沈着。使用防晒品可以抑制黑色素的生成。 从而避免色斑的出现，使肌肤保持均匀的白皙肤色。另外，做好防晒还可以帮助减少皮肤炎症。紫外线能激发皮肤中的自由基产生，进而引发皮肤炎症反应，造成皮肤泛红、发炎甚至疼痛。良好的防晒习惯可以显著减少这些不适，保持皮肤的健康与舒适。第四是每周做三到五次有氧运动。 以微微发汗为宜。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新陈代谢。此外，定期的体育活动还能帮助排出体内的毒素。这些毒素如果不经汗水排出，可能会通过皮肤表现出来，引起痤疮或色素沉积。而且，运动时体内会分泌出内啡肽，这种被称为快乐激素的物质，不仅能够减轻疼痛感，提升心情。 还能改善肤质，让肤色看起来更加均匀和有活力。